陌生的汉字。你有没有试过一直盯着一个字看，没过一会儿你就觉得你不认识这个字了？如果不信，你可以按个暂停试试。我是专家。当你在夜晚睡觉的时候，床边挂着你的衣服，如果盯着看的时间过长，你就会觉得它越来越像一张人脸。这种奇妙的心理现象叫做完形崩溃，简单点说就是大脑的神经元疲劳让你本来熟悉的东西越来越陌生。关于这种现象，在日本有一个很有名的都市传说，镜子实验。每天晚上独自一个人照镜子，并专注盯着镜子里的自己，问十遍我是谁，连续30天。刚开始的几天，实验者在完成后甚至觉得可笑，而在十几天后，他开始变得有点异常，忧郁寡言。最后几天，他甚至都认不出自己了，变得逐渐疯狂。当然，这只是个都市传说，信不信由你。名侦探柯南里有一集也是利用了对于文字的完形崩溃。所以小时候写了错字，老师让我们把错别字抄写100遍，真的有用吗？